联。小子，没事吧？没事。
我们就离开这儿，快！ 行动组出来了吗？还没有消息。喂，是啊，明白。是，快把行动组调回来。戴老板有新任务要用陈家湖，这恐怕已经被干掉了吧？你快去。是。 坚持下，坐这儿。到底是什么人要杀我们？向警不是已经死了吗？ 给我这个干什么？这就是想要干掉我们的人，杜先生的人。小虎，你给延安发报，又想离开黑市，这是坚决不允许的，这样会危害到很多人。那他们为什么对你下手？ 也许他们认为我妨碍了他们。妨碍了他们？实话告诉你吧，今天带你去墓地，我的任务就是。 但是你不一样，你是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，而我呢，我就是政治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，坏了，随时都可以拔掉换上一个新的。我对国家有用，其实我们俩都一样，当初惠子死了。 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的心里，我一直想找个合适的机会，当面跟你说清楚。我想，现在是时候了。什么事情？惠子。
惠子跟萨根那些所谓的暧昧关系，都是我们编造出来的。惠子跟萨根的那些照片，还有被副厂所说的陷阱，都是我们一手策划的。因为当时无法确定惠子是不是日本间谍，最好的方式就是。 摧毁你和惠子之间的信任，还有就是惠子怀的那个孩子，现在看来，他确实是你的亲生骨肉。 惠子去做流产，不是他的决定，是老孙背着我亲自安排的。虽然我不知情，但是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再有就是后来你跟惠子见面，你挨的那一枪，也是我安排的。但是我们谁都没想到。 在混战之中，惠子会死在日本人的枪口之下。你的惠子从来没有背叛过你。我跟你说这些。 所长，谁让你们来的？我担心你们两个有危险，就叫了几个兄弟赶过来了。所长，刚才追杀你们的全都是军统的。这个我们已经知道了。 家伙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所长，现在该怎么办？他受的是枪伤，必须送到医院去治疗。现在去医院，太危险了吧？危险的地方，往往是最安全的地方。我就不相信，他们敢在公共场合动手。 医院的各个出口、入口，全都给我封锁起来！快去！是，快！
我们在这里联系不上，一群废物。喂，知道了。陆所长调人去陆军医院，马上别车，去陆军医院。是。 情况怎么样？正在进行手术。什么人干的？不知道。马上查，要查清是什么人干的。是。好在他命大呀。事发突然，我也是刚刚接到上峰的指示就赶过来了。近日，日本外交密电往来突然加剧，说明日本人将会有大的行动。破译的任务只能交给陈家湖。 还是你来把这个交代给陈家湖吧。他有了这个任务，暂时不会有危险。但是，三天以后，先生，陆所长来了，叫他进来。是。 你不在医院待着，跑这儿干什么来了？医院都是您的人，用不着我了。你在，我总是比较放心的。杜先生，咱们不是这么约定的。什么约定？在林荣荣墓地的杀手是您的手下。放肆！我问你，你带陈家湖出去？ 是想放他吗？不是，那就是按我说的干掉他。一开始是。我倒想问问你，你的立场到底在哪儿？我希望三天之内拿出破译结果。如果陈家湖拿出结果，就能放他一马吗？如果你能保证。 他安心的在黑市为我们工作，那我就放过他。经历了这么多事，我不敢保证。我跟你一样，我也不敢保证他的死活。去吧，把秘书叫进来。 先生，你找我。三天之内，不管拿得出拿不出破译结果，都必须把陈家湖这个祸根给我除掉，否则我就把你除掉。是。
我也是共产党，从你回国的那一刻起，我们就接到了要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你的命令。我真的没有想到，我的身边。 记住，事情一定要做得隐秘，医院的看守都除掉。是。陆从军呢？被我们的人困在黑市呢。好。哎，守住楼梯口。 Thank you.
杜先生，出事了，陈家户不见了，我们的守卫一个都没看到。 陆所长，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我已经朝着我想要的自由去了。我在进入黑市之后，经历了太多的失望和绝望，和贵党的合作，使我觉得自己空有一腔热血，却毫无用武之地。与其这样，还是窗外的自由世界更让我喜欢。 对于你曾经给我造成的伤害，我无法轻易地给你答案。只是希望你今后多多回想自己当年决定热血报国的初衷，多为国家人民做事，多做有益国家的事情，而不是沦为某一政党的工具。我走之后，只有一个托付给你：每年清明，记得去我父母。 惠子和林蓉蓉的坟前，祭奠一番吧。如果你要忏悔，向他们诉说。你们出去。是。 就让陈家户这么跑了，咱们没法交代。这事总得有人担着，要不陆重俊去办吧。 Thank you.
家虎，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希望并且相信你已经到了安全的地方。不要担心我，我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，最好的、最坏的。共产党人入党的第一天就要有这个准备。家虎，我要请你相信我。 我事先真的不知道陆从军对你和惠子设计的重重阴谋。当我调查得知后，想要告诉你，却遇到你接二连三的遭受创伤。我不能在那个时候再让你雪上加霜。家虎，能够得到你的信任，是我最荣幸的事情。一度失去你的信任。 是我最灰暗的日子，家虎。
希望你走向光明，相信光明最终会属于你，属于这块土地上的每一个人。我期待着和你在光明的天空和土地上重逢。如果我们这一别就是永别，你也不必难过，人都有一死，但是请你一定要乐观地活下去，去看一看一个将要诞生的新世界。在你的眼里，我将获得永生。